怎样才是正确的洗手方式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我们应该如何洗手才能做好预防病毒的个人卫生清洁呢？这样洗手是不行的哦。下面让我来为大家演示正确的洗手七步法吧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洗手掌，将掌心对着掌心，然后来回揉搓。第二步，用掌心对着手背，然后两手来回揉搓。第三步，我们再将掌心对着掌心，食指相交来回揉搓。第四步，将手指弯曲，紧紧地扣在一起，然后慢慢转动揉搓。第五步，我们用手将大拇指握在掌心，然后转动大拇指，一只手洗完换另一只手哦。第六步，一只手五只手指抓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锥形，然后指尖立在另一个手的掌心揉搓。第七步，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，来回旋转，两只手的手腕都要洗哦。完成七步洗手法之后，要使用流动的水将手上的泡泡皂液冲掉，这样才算将手洗干净哦。最后用干净的纸巾把双手擦干，纸巾要丢到有盖子的垃圾桶哦。完美。